前，2013年土豆印象节在北京长城脚下探戈屋隆重举行，导演高成书和王伟忠一同参观了解印象嘉年华。当天，来自全国的原创播客、影评人、意见领袖、明星艺人、影视机构和品牌企业代表等千余人在这个印象嘉年华中汇集，他们代表了中国最具活力的青年印象力量，激情勃发地演绎了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的主题。而高成书导演最大的感触就是自己这代老一辈电影人将被层出不穷的新电影人扫地出门。我觉得再过几年这一批人起来的时候，一定会对我们那点老头们就是一个把我们踢出这个行业的。